我老公的情分上。哎，你老公，哎，燕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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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？突然晕倒了。那送医院吧。好，送医院。行吗？哎呀，燕子，燕子。燕子，你醒了。小心手啊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我跟唐云涛在一起呢。啊，你们两个好了？医生说你营养不良，给你点了点葡萄糖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怎么就突然辞职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怎么会辞职呢？我是被谭总开除的。开除？康健出了事以后，我就被开除了。康健出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李姐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跟康健已经结婚了。啊？你跟康健？嗯。我们是进公司之前就结婚的，但是为了保住工作，一直也没敢说。自从康健出了事，我就一个人死扛着，太难了。每个月的房贷、车贷就不用说了，连基本的开销都不够。每年春节，康健都是主动要求加班的，就是为了能够升职，能够加薪。而我呢，为了保住工作，做了4次人流，以后能不能生孩子都不一定了。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你要没了工作，一样活得好好的。那他要没了工作呢？家庭可能都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太不容易了，姐。我知道康健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我不请求你原谅他，我希望你能帮帮我。帮我跟谭总说一说，别辞掉我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毕竟，康健最后还是替他扛了黑锅的。黑锅？什么黑锅？哎，燕子，雪彤，燕子怎么样？身体好点没有？刚才呀，我把你所有的住院费都给交了，这两天安心养身子，过两天回公司上班去。谢谢你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别动了。我这么做已经有悖于公司的管理规定了，有点以权谋私的意味了。要谢，你就谢谢月童吧。再有，听说这段时间日子有点不好过。这些钱是我和月童的一点心意，来啊，正是你最需要的时候，安心养病，别想太多。过两天尽快到公司上班。嗯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。来，为你点了这么多好吃的，来，快尝尝这个。是燕子亲口告诉我的，说康健是背了黑锅，然而异地另有隐情。哎呀，月童呀，你呀就别听风就是雨了。你想，燕子是谁？她康健的老婆呀，
他不向着他说话，还能向着你啊？再说了，康健的为人品性你还不了解吗？他当初在公司里边耍奸使诈，耍了那么多阴谋诡计，害得你还不够惨呀？啊？吃饭吧啊！话是这么说，但是……哎呦，这俗话说呀，这不是一家人是不会进一家门的。中国有句俗话，叫男怕入错行，这女怕嫁错郎。你想想看，燕子既然选择了康健，人是他选的，路是他自己走的，这个责任理应由燕子来担当，别人啊帮不了他。我同意燕子重新回到公司工作，又给了那么多钱作为现在的生活补贴，完全基于人情的考虑，对公司来讲其实不应该这么做。我觉得你有的时候挺两面的，一面是温柔，一面是冷酷情势吗？达尔文的这句进化论说得好，叫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不适者必然会被淘汰。工作是这样，那感情呢？你记得有句歌词吗？朋友来了有好酒，如果是那坏人来了，迎接他的只有猎枪。月童啊，面对这么多美味佳肴，要是再不吃啊，这菜可就凉了。吃饭吧。嗯，来。我去趟洗手间。在哪儿呢？你马上去一趟医院，找到一个叫陈燕的人，给他一笔钱，让他永远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我永远不想见到他。最后还是替他扛了黑锅的。喂，燕子。哎，姐姐，你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我一会儿去医院看你，你别出去啊，我有些事要当面问你。事儿有猫腻，我也这么觉得。直觉告诉我，燕子可能知道一些内幕。月童，有些话我一直憋在心里，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俩还什么秘密啊？啊，你跟我还藏着掖着，说啊。我觉得吧 ，LED 的事儿
是他与涛在搞鬼。不可能，谭玉涛是公司的总裁，公司出了问题，损害的是他的利益，他不可能这么做。你换个角度想想啊，是谭宇涛让你负责这次 LED 的事儿，可是后来出现问题了，他完全可以让你去做检查呀，可为什么偏偏让张铎去呢？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吧。那是因为张铎一直在纠缠他，他没有办法，为了让张铎心服口服他才这么做的。他一公司老总需要向他下属证明什么呀？哎，行，就算他真是这么想的，那后来你被警察带走了，我张铎大头想尽办法去找证据，可就是找不到。可突然间谭宇涛他说找到了能让梁子去自首的证据，这不也太巧了吗？这只是你的猜测。月童，今天要不是谭宇涛是你的未婚夫，我丁灿根本没必要跟你说这些。我真的不想我的闺蜜嫁给一个不择手段的男人。我问你啊，你真的决定嫁给谭宇涛了？不知道。罗子，嗯，哎呦我，下班了，都几点了？八点多了。我下班跟不下班有什么区别啊？我就住这儿。那咱也得吃饭吧？打电话叫个外卖行了。哎，托子，你以后就打算这么生活了？吃住全在公司是吧？那还能怎么样啊？就你天天这么整。哪个小姑娘能看上你啊？啊，谁能嫁给你啊？我也没说要娶啊。怎么的，就为了李月彤，就是守身如玉，终身不娶呗？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吧？别人烦我了，回家找你家丁灿，陪丁灿去吧。啊，丁灿呐，我现在是陪不着了。咋的？有情敌了？这事你说对了。谁？这情敌呢？你还认识？我认识人多了，谁呀？李月彤，熟吧？现在是他天天缠着我家丁灿，你说他天天缠着丁灿，把我的时间、把我的地盘都给我占用了，那就奇怪了。马上结婚的人了，不忙自己结婚的事儿，缠着丁灿干啥呀？真让你说着了。你说他都要结婚了，天天还都缠着我家丁灿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啥问题啊？知道啥原因？说，你猜。什么东西？不是，你这不还关心李月彤吗？你就随口那么一问，随口那么一说。那我呢，就随口这么告诉你，李月彤恐婚。你认为李月彤是恐婚的人吗？是，他着急结婚，但是呢，他跟谭宇涛俩，他现在我跟你说啊，我都帮你分析好了，他现在不知道谭宇涛呢爱不爱他，他呢爱不爱谭宇涛，他现在是迷茫的，所以说呢，他现在就是逃避，啊，天天缠着丁灿，他这就是恐婚的征兆。人家都是快结婚的人了，说点好的。我不是瞎说，我看那个叫《女性心理学家》那书啊，就是现在这个李月彤所有的征兆全是恐婚。大头啊，我说你一天都忙活忙活干些啥呀？
问了半天，你看净研究女性这女性那，你不是，我是为了就是研究女性的心理，更加的就是研究我家丁灿我怎么去，你懂吗？行了，你快回家吧，啊！我回家也是一个人，你现在也是一个人，咱俩去吃口饭呗。我没那闲工夫陪你吃饭，我让你回家吧。那吃饭工夫还没有了？你这嘴咋这么碎呢？那你有啥可忙的搁这儿啊？真想这一杯子就是咔吧呀砸死。不是我请你吃饭，我现在忙什么事你不知道吗？忙啥呢？哎呀，给金刚石公司做新的策划方案。人家金刚石那么大公司，能跟咱们小公司合作吗？你什么事儿没试过，你怎么知道就行与不行呢？你就你这种思想，你还能干点啥呀，大头啊？我觉得这都是没影的事儿，咱就把就别往上劳神都犯不上，知道吗？走走走，快走快走，你快走走走走。略懂啊，你到底想要干啥呀你？咱们要不就搬到我现在住的地方去吧，这房子刚刚好，离你工作的地方又近，更重要的是啊，没人打扰咱们的二人世界，对不对？那家是谁来做？哼，那当然是请阿姨来做了。我怎么能让我太太下厨房干活呢？我跟你说呀，雨桐，你将来结婚之后，哼，只要记住四件事儿：养养花，种种树，生生孩子，购购物。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哎，不谈那么多了。不过，我倒觉得，等咱们结婚之后啊，哎，不用等结婚之后了，你呀，赶紧把您那套小公寓卖掉吧。咱们房子这么多，这多一套不多，少一套不少的。卖了它之后，换点现金，我教你做点其他投资，啊？为什么？那是我的房子，我不打算卖。做了一个新的策划方案，完了就睡着了。你们躺着睡多舒服啊！哎呀，那个金刚石那边来消息没？啊，没有。我说啥来着？人家那种大公司呀，不可能看上咱们。什么事儿吧？不到最后的时候，别轻易下结论，好不好，大头？多大？咱别等着天上掉馅饼，行吗？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吗？有，王母娘娘七仙女吃剩下的，给你来一块，你吃吗？你别管谁吃剩的，我告诉你大头啊，就你这种思想啊，你这辈子成不了大戏，你还是消消停停，你就跟我屁股后好好干得了，好不好？有你好果吃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都9点多了，干啥去？着急忙慌的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干啥去？吴总约我谈个项目，干啥去？那，你头不梳脸不洗的，你别让李月彤看见。好久不见啊，李总监。哎，吴总，您回来了。是啊。又回来了，绕了一圈儿，以后还得咱们俩并肩作战了。吴总，看您说的，您走的那段时间公司变化可大了，业绩一路下滑。是啊，这件事我知道了。嗯。LED 屏幕出了问题，
康健又和其他公司串通。康健这件事儿对公司有致命的打击，影响特别大。康健出问题那是迟早的事儿，之前我提醒过他。哎，说起来他也算是个人才。吴总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来吧，英年，我刚才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。张铎自己开了一个广告公司，我希望以后我们的推广活动和他们公司合作。没想到能见到你。你是故意的吧？我要是故意的，我就不能长成这样了。我之前拿着项目去你那儿请你，你拒绝了。现在吴总回来，你就来了。你这不是针对我吗？你现在就不觉得是施舍了？你是不理解我。其实是因为谭玉涛。谭玉涛怎么了？他也招你了？还是你不愿看到我和他在一起？你不是不在乎吗？谭玉涛怎么也没怎么着我，是我的问题，只是你不懂。什么都不用解释，我懂，明白了。你放心，我李约彤是个公事公办的人，关于这个项目会找专员跟你去签合同。再也不想看到你。你不在蓝色上班，怎么发起小广告来了？我早就被蓝色给裁员了。不是干的挺好的吗？谭宇涛不知道怎么知道我和康健结婚的事。康健出了事以后，他就找一个理由把我裁掉，还威胁我说永远都不许接近李月彤。他威胁你，这和李月彤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说话呀。那张铎，你真的爱李月彤吗？其实 LED 的事件，谭宇涛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。谭宇涛，他和梁子合谋，利用康健急需用钱，制造了这起事件。他想嫁祸给李月彤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爱李月彤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他知道李月彤如果出事，你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救李月彤，那样他就可以一箭双雕，既除掉了你，又得到了李月彤。张铎，我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些的，但是你和李月彤都曾经帮助过我，你们两个都是好人，好人应该有好报的，你不能让李月彤嫁给谭宇涛。他不会幸福的。
看你这脸色，今天谁又气着你了？妈，你来给我评评理。这谭玉涛没有经过我同意，就把我那小两居在中介挂了牌了。他想让你卖掉那房子？是啊，我和他说了很多遍了，我不会卖的，他就是不听。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，他是个控制狂。你不明白，我明白，我的傻丫头，你还是不了解男人的心。我不想了解，我也懒得了解，反正我不会卖的。那你告诉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舍得卖掉那套房子呢？我为什么要卖呀？那是我辛辛苦苦挣来钱买的，我留个纪念也好啊。留个纪念？你是想留住那个房子里的回忆？什么回忆？那你告诉妈妈，你是不是还忘不掉张铎呀？阿姨好。哟，小达来了。您在忙活着呢吧？月童在吗？啊，在呢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好，你去看看吧。好。哎，月童，这是你喜欢的那个设计师历年来所有设计过的经典婚纱款式。要不你挑一套，一会儿啊，咱们去选婚纱。哎呀，月童，你别再生我的气了，好吗？的确是我错了，我太不尊重你了，不但不尊重你，而且还骗了你。其实，就拿逼你卖房子这件事儿说吧，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，我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的想让你把这套房子卖掉？想了很久，我才想明白了，我妒忌张铎。虽然自从跟你交往以来，我从来没有把张铎看成我的竞争对手，但是一想起那套房子，一想起你们两个在那套房子当中瓜田李下、锅碗瓢盆共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，哎呀，我就怒火胸中烧。那套房子，你和张铎的那段时间，在我心目中成为不了过去。你既然对过去耿耿于怀，又为什么和我再开始呢？所以人呢，都有犯傻犯糊涂的时候。我这次来，是因为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既然我没有出现在你的历史中，那么我就一定要出现在你的生命将来里。月童，相信我，我一定能给你个幸福的人生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。月童啊，要不你挑一套自己喜欢的婚纱，婚纱的样式完全由你做主，婚礼的形式也由你定夺，婚礼的地点也是你说了算。来看这个。我陪月童选婚纱呢，你要是无聊，你找张铎去啊。我这两天可没空啊。你觉得这件怎么样？
这造型挺特别的哈。哟，这个呀，不大合适吧？你说，在结婚当天要穿一件这么暴露、这么性感的，是不是显着不太庄重啊？再说了，这婚礼当天，我妈会来很多生意伙伴，这么穿不好吧？你不是说婚礼现场只有亲戚朋友，没有生意伙伴吗？哦，那些人也算我妈的朋友吧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么多款式了，咱们再挑挑啊。哎，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大红色的，又喜庆又庄重。哎，我觉得这件合适，要不去试试？啊，来，帮我们拿一下。那我试一下，去吧。这边走。哎，好了，先不和你说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他人呢？好像换西服去了吧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看是挺好看的，但是就不像是你的衣服。我说小姐啊，你们这里这些服装好像都不大适合我。这样吧，我回头之后啊，给你们画张草图，你按照我的样子去设计，好吧？先生。哎，他还没换好呢。嗯，不好意思，他可能身体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先回去了。对。是不是太不长心了？你卖什么也不能卖这房子。你应该很清楚，这个房子有多少咱们的回忆啊！这房间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有咱们的影子。你忍心舍得把它卖了？这和你有关吗？你别忘了，我们的合约已经解除了，这是我的房子，你没有权利影响我的决定。你要干嘛？找毛巾。找毛巾干嘛？
沐浴。你想什么呢，程朵？你逗我玩吧。我跟你在一起干什么都很开心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吗？啊，我今天晚上刚刚试完婚纱，日子都快定下来了。激什么动啊？试完婚纱怎么了？替我试的。我们就还差一次正式的婚礼。张铎，你别那么无奈好不好？我跟你实话实说吧，这次啊，我真是遇到困难了。我不开了公司吗？借了点钱，公司效益还不好，钱也还不上，债主天天不知道追死我了，在我家门口一蹲四五天呢，我屋都不敢出啊，菜也不能去买呀，在屋里面把我饿死了，方便面盒子都快吃了，我这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交房租的钱我都还他们了。那你交房租的钱都给了债主，你住哪儿？不就交不上房租，房东又把我撵出来了。你怎么这么没有长进啊？怎么又被房东撵出来了呢？反正我不管那些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最起码咱俩还夫妻一场，你总不能让我露宿街头吧？谁和你夫妻一场？再说现在这个合同已经解除了。说的很有道理，这份合同早都解除了，因为我早都违反了婚规的第22条。站住！你既然没地方住，就先住我这儿吧。你同意了？我是因为夫妻一场，不想见死不救才这么做的。反正我事先说好了，如果你公司一有好转，你就要搬出去。你洗澡睡吧，我走了。你等等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今天能回来，我真的特别的高兴，也特别的开心。咱老百姓今儿是真高兴。